壶。灰灰，灰灰，快来订阅吧！哇哦，这个商场好大呀！谁说不是呢？这地方什么都有，连玩具店都有吗？会有海洋球池子吗？再或者冰淇淋店呢？当然有了，赶紧走吧！等等，这是你们第一次乘坐电梯吗？是的。那我将告诉你们如何安全乘坐电梯。开始了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乘坐电梯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乘坐电梯。你必须要十分小心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乘坐电梯。注意脚下。上下电梯一定要十分小心，注意脚下电梯的空隙。上下电梯一定要十分小心，始终握着大人们的手。干得好！电梯按钮，千万不要玩这些按钮，按一下就只按一个按钮。我不会再玩这些按钮。门，千万不要依靠在门上，记得一定要离它远远的。我一定不会靠在门上，我一定会离它远远的。干得好！哇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紧急警报！要是电梯突然一下子卡住，赶快按下紧急按钮。要是电梯突然一下卡住，我会马上按下紧急按钮。大家都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复习一遍。上下电梯一定要十分小心，按一下我就只按一个按钮。我一定不会靠在门上，遇到危险按下紧急按钮。唱玩各种趣味游戏吧，立即免费体验。